才多艺的名模王心田，不仅事业爱情两得意，更能烧出一手好菜。目前出席活动担任甜心二厨，献出锅具处女秀。每天健身3到4小时的她，拿锅具走秀架势十足。首次公开烹饪处女秀，跟着两位外籍主厨学做菜。今天呢，就是有从德国和奥地利来的两位主厨，然后教我们做一些我们中式的年菜，但是是用外国西式的方式呈现的。那其实第一道呢，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就是说是德式的佛跳墙。那其实顾名思义，就是有各种不同你喜欢的任何东西，然后丢到锅子里面做烹煮的动作。那其实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一个趋势，是很养生的，因为现在的人比如说有人减肥啊，或是要养生的时候，都是会做一些蔬菜锅。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方便而且非常省时的。然后再来第二个锅子呢，因为它教的是清蒸石斑鱼。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住的地方生活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了，所以一般也不会有很多人有各种不同功能的锅子放在家里面，也会觉得很占空间。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锅子是我非常推荐的，因为它一个锅子呢，它可以煎，然后可以炸，然后可以煮，然后又可以蒸，然后甚至可以烤，我觉得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锅子。活动中的实在好味年菜秀，除了欣赏赏心悦目的名模王心田与型男老外示范，更令人瞩目的是他们手上的锅子，同时兼顾了外形及实用性。第一个我们示范的是压力锅，所谓压力锅就是快锅嘛。那快锅的特色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烹饪一道很好吃又营养美味的蔬菜。那一般大家以为快锅速度快而已，事实上用快锅有很多好处，尤其那这个西里红色快锅过年嘛，喜气洋洋。那么用压力锅煮东西、烹饪食物，哈，营养美味不流失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第二个锅就是你看那方形锅，哈，全世界应该做方形锅的很少，没有，只有WU这个集团，它的WU的方形锅跟我们的西里方形锅，我们简称呢叫做健康锅。这个健康锅就是，尤其我们中国人过年要到了嘛，哈。蒸的、煮的，啊，尤其蒸的，用蒸的东西是最营养美味。何况这四方的方形锅，我们健康锅可以蒸、可以煮、可以烤、可以炒、可以煎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特色。在现今食安问题不断传出的情况下，掀起了健康饮食风潮。不只要吃得健康，烹饪效率更要加倍奉还。所以选择一个好的锅子，让每一餐都吃得营养满分哦。